各位小金粉大家好，我是 KIN 阿金。有出遥控车哦，一堆人在喊遥控车，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遥控车会分类在哪一个类别，我也蛮神奇的哦。来到最后这个部分，哎呦，这个是细数决战斗技场 RC 王图，一台遥控车竟然要价159万，超级坑人，卖的比一台汽车还要贵啊，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它不是应该要 GTA 比照真实世界，遥控车应该是要卖很便宜，你卖个1590元还差不多吧？而且这 GTA 里面的币别理论上应该是美金啊，所以1590元美金的话，再乘上30元，哇塞，这一台也是要4万多块台币的这个车啊，对不对？可是它卖的是159万啊，坑人啊！阿星在抢钱啊！这个只是个遥控车而已啊，159万，来咯，享受危险但绝不冒险，这辆小恶魔全副武装，更重要的是当你不可避免地开车压过你刚放置的感应式地雷时，唯一会化成灰的东西就只有你的自尊，要是你想看敌人仓皇逃离一辆吵死人的玩具车并获得难以言喻的乐趣，城里就只有这辆小家伙可以办得到。请注意，阿西王奴必须存放于这个斗技场攻防，你也可以在这里阿西王图改装攻防，改装这辆车。阿西王图工作攻防只能存在这边，然后王图攻防是杀小王图攻防，反正应该也是在决战斗技场里面嘛，对不对？买了159万。然后不用选那个，不用选车库，他应该就只有一个他专属的位置吧，是不是？这边是不是干这么快就送达了、哦？他不是要静待3分钟？哇塞，他有专属的改装位置啊！就这样小小一台，超可爱。到时候看起来车壳有这种修旅车的，也有这种看起来比较这种算什么、啊？比较像是卡车型的越野卡车，有没有？对不对？好，我们来改装了，改下去就是你的。预设它就是这一种车壳啦，车壳我们应该是会换掉啦，换一个比较帅气。我们先360度看一下这台小车，真的很小台，里面还有坐人欸，里面两个假的人，对不对？两个假的人，然后这个悬吊系统是黄色的，四个轮子非常大，看起来就像一个大脚车啊，马绍尔是不是？马绍尔就是这种形状啊。来，我们这个炸药，遥控炸药。遥控炸药要改吗？我嘞，车盖遥控炸药二十几万欸，这是干嘛的啊？等一下要改到没钱哦，对不对？遥控炸药它多了一个炸药啦，所以是拿去炸别人，对不对？那炸掉要不要打电话给保险啊？我蛮好奇的，买了26万。然后车盖的部分，我觉得车盖就是要可以选一个造型好看的越野车的、哦。我、哦、越野车变单人的哦，越野车与老人版哦，上面后面多了一个那个啦，尾翼啦，然后越野车与网子都不好看，所以上面没网子哦，上面是空的，然后卡车的越野卡车哦，越野卡车是长这样子，有尾翼的越野卡车，我等一下一定是改有尾翼的啊，修旅的。哦，这台是那个屌客帮那一台啦，屌客帮派，然后屌客帮再加这个尾翼，它尾翼也太小了吧，这么小小一个而已啊。然后这个帮派与防撞杆，哦，组合式的大顽童跟原厂差哪里啊？我觉得大顽童跟原厂长得一样啊。哎呦，这感觉比较像那个老爷车，有没有？有一台老爷车就是长这样子，那个决战斗技场没有一台老爷车，哇，火焰呢、欸？火焰欸，组合式感情色21。欸，你们不要看说这一台是最贵就选这一台啊，可是其他的好像没火焰，对不对？你看也只有21号有火焰而已、欸。干好啦，有火焰说真的是长得有点像柯博文，有没有？干，这有像柯博文欸齁。柯博文的那个火焰就是蓝色跟红色配啊，一个柯博文的感觉啊。感应式地雷动能，释放一波爆炸动能，携带这个3颗，这个电池脉冲14万，好改了。
干剩八万五哦，来来来，把它拼到没钱啊！哎呦，哦，涂装这边也可以再选啊，所以那个火焰也不一定要有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多那个火焰反而就不好看啊。哎、欸，干真的哎、欸，这样子多那个火焰不好看哎、欸，车盖要换一下，车盖换一下，换一个素一点的，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选。干这样再多花两万多、哦，干有没有这样才可以看涂装啊？这个好生锈哦。那、啊、这个是什么啦？这个是怎样油漆滴到是不是？油漆滴到的样子啦。哦，这个好帅哦，这帅、欸、喷火者，哎、欸，有帅吼，这喷火者帅。看，这刚好是最后一个最贵啊，那就让你们赚到了最贵。干，这个帅吼，这火焰比那个刚才那个改最贵的那一个壳还要帅的火焰呢、欸。改了。喷漆的话，我们看一下喷漆，如果改其他颜色，我看起来红的就很好看的啦。但是红的还可以把它改成，欸，冰晶白是长这样子啦。嗯，这台车冰晶火焰配冰晶白不好看，要么是配黑色，要么就配红色，二选一啦。那我们应该是选，欸，一堆人说黑色呢吼。红深装红长这样子，来深装红，我没关系，我到时候我看，我觉得哪一个好看，我就改哪一个。深装红是这样，然后黑色是长这样，其他黑没有黑的很干净，因为其实好像红色反光的关系啊。欸，干，好像黑色蛮好看的呢。好，干就黑色了。来来来，我觉得你们有时候意见也是蛮不错的啦。绝无虎啦，欸，看一下雾面的话会变怎样？雾面黑，雾面黑也是可以的啊。亮金属的咧，亮金属看起来比较亮吼。干，我好，我要改亮金属黑，亮金属黑，然后珠光给它配个，这好像也看不清楚哦。我们来一个那个什么黄色啊，黄色、橘色那一种亮金属啊，宝钻蓝啊，哦，清明蒙绿，哇，整台绿色珠光也是蛮帅气的啊。那我们选这个赛车黄好了，赛车黄，我觉得，哦，这个赛车黄，这好看，这个珠光的颜色也是很重要的啊。好。安全帽颜色，既然车子我们选黑的，我们安全帽就选个深砖红，好像也不错啊。那我们就选那个红色好了，一堆人喊红色，深砖红嘛，深砖红的部分来了，深砖红车手服装，感觉车手服装要亮一点，像那种白色的有没有？你选暗色系的，看不到说里面有坐一个人啊。欸，可是这个黄跟那个。车子的烤漆融为一体不好，我发现这个赛车手是只有上半身而已，而且隔壁的还拿着一张那个，就是前面说要左转右转，哦，左转右转的那个指示的那个教练书啊，对不对？这是不是要选个红色啊？白色很赞，对不对？粉红色不搭，我觉得白红可以配，红蓝怪怪的哦。然后我们就选白，哦，白色，我怕别人不知道说里面有坐人啊。384块，还有钱。垂直跳跃升级100%，然后再来这个车轮类型，哦，要选一下喽。该不会你们又是要那个什么传说中的什么猎豹啊之类的吧？遥控车也要跟人家猎豹啊？欸，我们真的是要选这个猎豹啊吗？好啦，选了猎豹啊，然后配上红色的这个轮圈，欸，这台不用改那个吗？强化轮胎吗？没有强化轮胎的选项，欸，选这个长行李车就看不到里面的人啦，啊，这我们所以就选无雷，其实已经改完了齁，没什么武器了。好，走了，我们可以出去逛街了。欸，我要怎么开出去啊？我要上车啊，走，我们把这台开出去。在哪里啊？互动选单在哪里啊？要选哪里啊？物品请单请求阿西王图。 OK， 哇，我马上了嘛，这台来先看一下它可不可以亚公内哦。我们手刹车拉起来，油门按下去，然后手刹车放掉。诶，算是没有，对不对？我们先去前面看一下，我们会不会被人家路人的车子碾爆啊？哇，大台马少啊，跟小台马少啊，这大小也差太多了吧？
我还可以在你的胯下里面这个游走，有没有？这轮胎也太大了吧！怎么这撞到人可以把人家用跌倒是吗？哎、欸，为什么我不能把人家用跌倒？哎、欸，为什么我不能把人家用跌倒？这个找这个路人来试，可以哦，可以把别人用跌倒啦。我觉得被碾一下就爆了、欸，走咯，哎呦，小心哦、喔，走了，飙车了。我们先设一个路径。哎、欸，干，不要碾我啊！干，我又坏了，要爆了啦！他叫我们前往夜总会，我们去前往夜总会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我们用这个遥控车来阻止这个警察的来袭，可恶的车屁股已经冒烟了，被这个大台的马少儿碾过，我们这个小台的马少儿，哇，不知道还可以撑多久。但是我们遥控车要怎么去攻击警察的，这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啊。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一群这个遥控车到了就知道了，好不好？我们要怎样去防范这个警察的攻击呢？来了，冲了，冲冲冲冲！我们还要小心路上的车啊！人家路上的车碾到我要爆了、啊！哎、欸、干！我听到一个路人讲花了发哎、欸，靠呗，靠呗！我又回到这边，干！刚刚我重叫要多久？哎、欸，不是吧，大哥？走了，我们先去这个沙滩了，遥远的沙滩。走了 ，OK， let's go。按 L 3可以跳跃，按 L 1可以引爆。好 ，L 3是跳跃钮是不是？哦呦，欸、其实这台转弯也不是这么好操控哎、欸。跳跃，呜、哦、呼，哎呦，哎呦，哎呦，呼，哦，哦，差点挂掉啊！第一人称长什么样子啊？哎、欸，没有室内车。我以为有室内，哎、欸、呦，哦呦，第一人称太晕不行。我们走这边，直接撤潜水来走啊，走啊，反正这台不用赔钱啊，我们不用打电话给保险啊。之后我们就是靠这一台去软销别人的好不好？一直软销，一直软销，软销再软销。哦，现在如果 GTA 工坊应该不少人开这种载具出去玩吧，对不对？欸，其实它这个车速算蛮快的欸，可惜这一台应该是没办法去测我的直线测试啊，可真是有点可惜啊。冲啊！冲过去就是你的，走了，走！哎哎哎呦，旁边那台公爵不要碾到我啊！虽然我知道你是冯迪索，但是我只是个遥控车哦。这100多万的遥控车啊，不是叫假的，好不好？前面，前面，赶快，赶快，赶快！后面飙车哦，快到人家追不上我。可以，可以，而且这钻缝很好钻诶。哎、欸，等一下，这是不是可以看人家裙底风光？哎、欸，这太肥了啦！干干夸他小。好，给你们看你们最喜欢的。有没有底裤？底裤，看不到底裤啊！哎、欸，这边的怎么长得这么不正啊？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然后这边的伙食是半比较好，是不是？你看前面这两只，这伙食感觉不错啊！伙食你们的最爱啊！然后这个哦哦哦，经验值一增加，我、哦、这个我就不用了，这個、给你们用就好了啊！我总是要给这个观众们一点福利啊，不然这个观众都会哎唧唧歪歪的。哎、欸，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来来，我的抽烟仔、欸、哦，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哎、欸，你这是短裤啊，这不是那一个、啊。跟你讲哦，我这绝对不是我自己要看的，我是帮这个观众谋福利啊。我先找一下，这个海滩这边其实还蛮多的、啊。哎、欸、呀、啊，怎么今天？哎、欸，这边这边这边。这个不算吧，这算是泳装啊，但是还是给你们看一下 ，OK 的，好不好？哎、欸，前面前面前面，不能吓到人家、啊。Hello， 小姐一个人吗？哎、欸、干，
插小，没电就会这样子哦，原来如此。为什么、啊、这个电池不做永久的啦？哎、欸，你看，马上就可以请求啦。哎、欸，有可能太远啦。嗨，小姐，哎、欸，这边，这个看起来老的，你们最喜欢的。我要小心一点，不然他等一下要跑走。有没有 ？Hello， 你是什么？哎、欸、，Holy shit， 什么啦？我又没有对你怎样。我、哦、旁边那个男的很胆小哦，直接跑掉。你看这屁股沟，你们最喜欢的小姐跑哦，跑嘞，跑嘞，跑嘞，冲哦！吼吼吼！来，走，我们出来玩啊！超坏！呜呼！好，我们去潜水！哇，这个太坏了，太坏了！走了，走了，我们来这边了。这载具呢，究竟能不能潜水呢？这可能要超潜的这边呐、啊，这边可以，这边可以。哎呦！怎么有人觉得这是模式？没有，这个是 GTA 线上啊！没看这边还有线上的角色啊！干老师，完了完了完了！哎、欸，这么快就爆了？那爆了我还看得到尸体吗 ？Holy shit！ 所以还是爆了啊！我们要把这台车叫出来。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引爆炸弹还没有使用。哎、欸，干！它旁边就有一个跳板啊！你看、喔，这边有一个跳板，然后我马上跳起来，跳起来就是你的。哎、欸，哎、欸、呦，视野不一样啊！我怎么感觉距离抓有点不准？这边，就是这个跳板啊！哎呦！哎、欸，这边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哎、欸，这个遥控车专属的赛车场，你们知道 GTA 里面有吗？洛森都里面有吗？哎、欸，搞不好有一个地方有那个遥、欸、控车的赛车场，也说不定哎、欸。啊！超危险的，有没有？我们试一下这个炸弹怎么用，好不好？我们应该要先去炸一台载具，例如像这边。没事啊，爆炸吧，还是按住，啊按住要按住，呜呼，所以马上爆了是不是？小台马上把大台马上给炸爆了，这是他的轮胎。然后轮胎可以直接用爬的、欸，哎，太屌了！